你的刀子那个毛刺刀不上火吗？要得嘛！啊！你上次的辣椒吃多了屁股痛，故意嘛？滚！哥，你不是吃了屁股痛吗？你不是提到的哦，我吃了杯子辣椒比你们吃的饭还多。 今天要吃帝王蟹了，哎呀，这不好的给你，我等你好不好？那拿着吃吧。哎呀呀呀呀！哎，哎呀，妈呀，这蟹肉太肥了，这玩意儿，哎，咬不动，哎。 发怎么回事？你吃你的。哎呀妈妈，累死我了！哇，这大白肉，这正儿八经大蟹腿，这一条大蟹腿啊，举办太阳杯了。嗯，好吃吧？好肥啊，橘子，嗯，吃细一点的。你这回去要改刀啊。 妈箱子，不硬，不硬，哇，看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 不行了，嗯，再试一个。 配上我的小菜，嗯，来上一口，哇，哇塞，哎呀！ 啊，不行了，嗯，哇，太香了，哇，今天做的真棒，嗯，哎呀，妈呀，太过瘾了，我想看。 吃虾仁吃到过瘾，您知道是啥感觉吗？您瞅瞅，看这颗粒，嗯，打卡号，看，哇塞！ 直接一碗全吃完，哇，嗯，看，嗯。
哇塞，好，都是实心的啊，肉啊，我的个妈呀，看都是实心肉，哇，太香了，很香很香，啊，宝贝儿，你错过真的就是错过啊，太香了，回去用点葱，用点洋葱一炒，包饺子包馄饨都行。它这个肉哈，宝贝儿，它这个肉它吃了它不它没有脂肪的，知道吗？哇塞，这个，我的天哪！哇，这个是八哥的大米，哎呀，这个大米啊，太难了，看看有没有墨汁啊，这里面竟然有大米，哇，中奖了今天，哇，看到没？这个哈，这个是它的墨囊，就这小小的墨囊哈，全是黑墨，就把这个一挤，这小缝一弄，全是黑墨汁，哈，小辣油，看到没？哎呀，就是这个味儿，太过瘾了！哎呀妈，太香了，太香了！哇，哎我的天哪，太香了，老汤，你看它每个它那个肉都弯弯曲曲的，看特别有活性，哇塞，你看，太香了。